蟑螂听到有我惬意一见，快意少年曾问天，不听多少传奇，国王皆成云烟。清明灯选了个两秋，红盖头抚琴悠悠，曾几否红尘最难舍，交杯酒和解千愁。双重孤寒破日，壮志不见当年。鹈鹕射雕定乱世，鹈鹕饮血笑九州。不好了，龙王龟在灵蛇山被袭击了。什么？可恶，竟然连累到了龟眼，云家我与你势不两立。召集所有人随我去救龙王龟。是大哥。去死吧。上。是。你个老畜生，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照我说，你与果那厮才是真乌龟，如今早就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，你何苦为他搭上性命？老朽是不会屈服的。冥顽不化，终结他吧。老贼，爷爷李雨果在这儿。哼，你小子肯出来了，本打算在天狼城好好屠戮一番逼你出来，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了。飞鹰少听命，杀无赦。是。天狼将士准备战斗。转魂兵。竟然是飞鹰少，胡大家族的特种军。这些飞鹰少的修为最低都是武林巅峰，看来云家是铁了心想除掉我。怎么办？他们太厉害了，去了就是送死啊。双方实力差距太大，天狼卫的士气被击垮了，再这样下去我们会不战自败。天狼城的将士们，云家肆意践踏我们的家园，是我们如蝼蚁，想杀就杀，草菅人命。如果我们今天不捍卫自己的家园，那么明天倒下的有可能就是你的妻儿。没错，这场战役会牺牲很多人，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致，天狼城的火种就永远不会熄灭。是爷们的，握紧手里的武器，大不了就是一死。兄弟们，我们已经没有退路，为了我们天狼城，杀光这帮恶人。为了天狼城。为了天狼城。杀！杀！哼，一群臭鱼烂虾，还想翻起什么浪来？强弩阵型准备，发射！冲啊！杀光这帮蝼蚁！杀！杀！我们是天狼将士！杀！杀！这帮家伙都疯了，不要命了吗？大哥，火箭大炮准备好了。开炮！大哥，战况对我们有利啊！兄弟们这段时间的努力没有白费。小心，雨果！谢了，媳妇儿。二爷，这战况不妙啊，怎么办？原本以为你们只是些贪生怕死的塞北刁民，今日倒是让我刮目相看了。作为奖励，我会让你们死得痛快些。大家小心，那是云老二的绝学重演。这重演可以驱使毒虫作为武器。有了。哦，哼，虫子是不是？我这里有你们的克星啊。云帆，这里有20箱杀虫剂，
让兄弟们一人拿一瓶。好，我喷我喷。老大，这到底是什么宝贝？虫子一喷就死。这是杀虫剂，物美价廉，居家必备。哈哈哈哈，就这还什么狗屁看家本领，根本不堪一击。好，好，你们这群刁民，好得很。李雨果，你给我死！呀，糟了，被武皇的石崖锁定，完全动不了。大哥，我守护好剑。牛二，你个老畜生，去死！云龙二，你这个畜生，我饶不了你！这是什么血脉？去死吧！可恶，挂机点单条根本没有胜算。小子，就算你血脉再诡异又如何？境界的差距是无法靠血脉弥补的。啊！龙之吐息，去死！你该不会以为这种程度的攻击就能伤到我吧？我可是武皇。你们已经没有机会再胜了。透心凉，你小子又耍什么花招？你是谁？